另外，桃园大潭电厂又传出争议了。桃园区渔会不满电厂进行清淤工程，没有事先沟通，导致渔场遭受破坏，渔获量锐减，因此集结了上百艘渔船，高挂布条抗议。对此，台电回应，电厂所在的渔场位置隶属中壢区渔会的范围，不过也会同时跟桃园区的渔会联系，等抗议结束后再继续协调。上百艘渔船集结海面，不过他们可不是要进行捕捞作业，而是要向大潭电厂表达渔民的不满声音。高挂白布条，上头写着大潭电厂损断渔民权益。原来大潭电厂日前在进水口清淤疏浚，工作船满载淤泥进出海域，破坏渔业资源，导致渔获锐减，事先却连个招呼也不打，才让渔民气愤难耐。台电有派一些人过来讲，但是他们都没有办法做决策的。如果高层来有办法做决策，至少给我们的生活基本生活补助就好了，我们诉求很简单了。但渔民不满情绪看在台电眼里，也有话要说。大潭电厂事实上它所在的渔场是中壢区渔会，不是桃园区渔会。这个工程在事先都有跟中壢区渔会那边做说明，都有做一些补偿。桃园区渔会也是比较靠近，也比较属于是我们林口发电厂这边的一个回馈区域。双方对于回馈范围无法达成共识，未来恐怕还得坐下来好好协调，找出两全其美的平衡点。今日新闻台报道。